你十三歲咁，算唔算係細個入行？細啊，細個。咁你最初入去150元一個月，負責做啲咩啊？幫人填下啲核啊、加鉛骨痕啊，嚇間下啲格啊、啲框啊咁嗰啲嘢，即係全部都係下難嘢啦。23歲左右，83、84年左右，喺14000至到24000呢度都好快脆啦。咁嗰時就開始揾到錢啦，即係一路都在上啦。咁啊變咗即係唔買樓唔得啦，身痕啦。即係啲錢多到都唔知道使去邊。咁你古惑仔嗰陣時年代，你咁你又自己做埋老闆，又做埋主筆，咁即係你賺最多咯。一個月出四期噶嘛，加埋真係幾十萬啦。好驚嘅時候有冇危機感㗎？我諗住點都會過埋我呢一代，或者我80歲寫唔到畫，咪佢哋之後嘅事咯，關我鬼事咩？誒，殊不知唔係啊，原來有我份。